要我各位同学，我今晚开始上课，请大家起立。行嘞，大家请坐。大家辛苦，今仔夜到，昨拜五周末，大家拢拼来吃。我甲你同款，我早起十一点拼来吃。我十一点钟伫做啥？等下甲你讲一下哈。你看我只大瓜衫就知啊哈，拢伫操劳。我较早像咱上班族一样，拢肥出出安尼。后来十几年前，我改变自我实现。我先自我介绍哈，我李添。好，李添，即我调查者，迄个台语未通的人，先举手者。台语拢会通哦，哦，安尼，咱有希望啊，哈、哦，要执政权有希望啊，哈、哦。我名叫李添嘛，迄、中国字叫做李琛，琛哈、哦，不是琛哈、哦，琛是那个耳东城的城，把它发第一声，发音第一声哈、哦，不是那个巴黎那个银行那个李琛哈、哦。那英文名字叫 Lily， 你在网络上大概都可以查到我的名字哈。我在网络上刚才论战哈都不输人。我即摆目前是台湾民政府台北州迄、那个州政委规划厅的厅长哈。啊，佮另外是咱这边中央的迄个产业经济产业省的委员哈。啊，我私人伫民间的企业，我是在证券业、证券业，我看在做哈，看恁的。明星应该拢有投资股票啦，哈！啊，看起来应该大家拢输甲稀烈的哈。我25年啊，我从研究所毕业就伫证券行，啊，我即马目前是伫迄个私募基金里面代操，毋是是代操的老板，叫做作战官，下面的一排迄个操盘人，就是讲咱十波做边共款，作战官叫里面那个什么里长、营长都爱来做哈。啊，我前面所以我头脑要很精灵。啊，明天各位，李生啊，李琛啊，把霸凌搞垮了都不知道。好、啊，那现在以往中华民国已经快要被搞垮了。好、啊，大家注意。包括因为是这个，我才开始伫咱家中央教来跟你、来上课。拄好我讲介绍我的迄个民间企业的经验了。啊，我学历方面就是研究所，就是25年前交通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啊，大学是数学研究所，哈、哦，啊，我迄年25年前阵大学毕业，考到三间我研究所，我报会三间，那三间拢掉，啊，较尾我选一间我的母校去读，第一间就是台大物理研究所，第二间就清华动力机械研究所的应力组、应用力学组，第三间就是我的母校，就是个管理科学研究所，所以我的头脑拢对数学的。讲对法律的，对数理的，啊，恁今仔日早上来，好较早恁去网络看到，拢看到法律，其实法律就是数理，数理嘛。我该问一下，毕氏定理大家拢学过吧？毕氏定理啊，三角函数里面毕氏定理啊，我学过嘛，迄就是法理啊。你毕氏的两边的平方一定等于斜边的和嘛，这个就你变不了。但是我们台湾政治人物有人给你骗了，说那个直角三角形，那个两边哈平方和加起来大于小于，那就错掉。但是咱拢该起讲嘞，啊，其实咱用法律用恁咱国中国学，尤其中学你学过
简单的梳理都就可以把台湾的问题弄得清清楚楚，就是因为咱拢无愿意啦，啊，拢有政治人物来甲咱叫叫用选票安尼，啊，选票你这么只久啊吼，啊，无法度变啊，吼，我看也是用法律哦，就讲我讲的管理科学还是数学这些，吼，来解决之后有法度吼。那个卡板机牌哈，声较紧的哈，啊，恁有手机啊？先麻烦你，你给他关静音或关震荡哈。我们不要说上课中有受到干扰。啊，我拄仔讲过，我什么前我伫倒位啊？我其实拜一甲拜五同款，拢爱上班。啊，不过我拢五点就四点半就起床啊。哈啊，五点我会走去我住的山顶去洗一脸。迄阵我开始上班啊，就比如咱脑筋放空。啊，迄阵我伫思考前天迄股市也是。整个世界局势的情形，啊，我今仔我什么入去八点入去办公室，面对的迄个操盘啊，是迄个上面或下面的人的交代那个事情，我已经在山中已经决定好了。等到我灌洗完了，到办公室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跟着冲了，啊，我想在这边有当过兵的人，那个早点名以后，你们跑5000公尺，好，被你们士官长或是被你们连长抄了以后。早点名完了，就抄了1000以后，你回来你看，嚯，天不怕地不怕了，啊！现在台湾人都很怕，因为大概每天上班就要呢，7点起来就刷个脸啊，就买个早餐就跑到办公室，坐到办公室撑一天，好，安尼落来变得起了家啊！好，你不要跟美国人、跟英国人、跟德国人、跟迄个新加坡人比较，好，啊，今天你来家，我讲真好，好，我再去来两阵啊，我伫阮社区过，到我赶快去上班呢，啊，搁伫困，讲好，这天气啊。秋高气爽，睏上爽诶！啊，爱睏诶，台湾人要睏倒去。啊，我即摆的话，就放我再去迄个去搭迄个情形吼，和大家来感想一下。这个是用 Google 吼 ，Google 恁大家拢知。这外太空，咱地球伫遮，咱住喺地球上，咱台湾人真少用阮这个眼光来看。咱大部分拢讲顾家己厝，顾家己，顾家己囝，顾家己事业安尼尔。人迄外国西方人，毋是因从细汉因咧宗教的观念，是因的祖先的观念，因生出来就是讲站在宇宙观点，站在迄个太阳系、太阳银河系的观点来看，吼，爱看个因的迄个视野、迄胸襟都跟咱无共款哈。咱受中国文化影响哦，中国文化影响哦，拢会安尼较自私自利啦。好，譬如讲，遮大家有可能拢经过一生的奋斗以后，拢较有本事、较有钱啊，啊，想想拢要传到后代啊呢。啊，大环境吼，拢无会管的对吧？哈，大环境好歹拢无会管。哈，伊讲啊，这都别人去烦恼就好啊。咱台湾一家哈，拄好你话，你从外太空银河系看，我们台湾在这边啊。你看，这个是人家美国 Google 弄的，啊。那我即马都要利用我这久啊，用20几年哈，十几年以来咱台湾差不多10年了哈。尤其这个地形，这个已经，你慢慢来看着，等下恁的上班、恁在上课情形拢会看得到。因我们这边有同步录影哈，啊，你的情敌啊，你的债务人都可以看到你这边上课，啊，啊，我一家多伫在阮兜走来，阮厝人拢知我走来遮，伊拢用这个在监控，哎。所以你们不能打瞌睡啊！好，这出来吧哈！我住在台湾吧，我住即摆这就是我住在台北上东边的十字，大家知吧？聚环卡哈。好，安尼看得到，我住就是伫这个山区走来，伫这个山区走来，这可能投影机，无要紧，你即摆有看几啊条线，向你山区内底画出来。一些 Google， 你看咱家有少年用 Google 的地图哈，或是恁昨昏要来家第一个来家，拢找拢无啊，拢大部分用传统的问人嘛。啊，我唔是，我顶年跟恁同款，11岁、12岁在家上课，我是用 Google 找。啊 ，Google 找 Google 伊个作战，伊解讲你嘛，这也以时间跟气味变来告诉你讲，啊，你坐搭一班车坐啊，即嘛搭车进行什么话，你拢知啊。好，啊，这唔是伫台湾的哦，你讲譬如你啊要去伦敦啊，去美国，伊也同款 Google 都帮你设定好。譬如我伫十几要去伦敦。啊，是要去新加坡、去中国北京哈，伊拢甲伊讲好啊，啊，你安那走，安尼行就好啊。好，啊，这我这一间黄的，这就是我住的厝，伫山区内底。啊，我再去一家走。啊，这有几啊条红的啊，这我红的这条哈，这叫做细电路。
这边曾经发生那个阿巴事件以后的那个陆窟事件，应该有陆窟事件，应该有怎样？光明寺那边大屠杀哈，我的家族就在那边被屠杀。那个黄色这个叫做白银路，白银路那个白银寺也是为了镇压那个孤魂野鬼，也是因为那是阿巴事件的关系。那阿巴事件以后第三年还是围从瑞芳那边围过来，把那时候台湾的精英，就像这位在周围。在这边的一样都是精英，那时候都被砍掉，所以我们现在六十八年后，我们在台湾的种都不很好，种很不好，啊，都是也要靠起假头咯，草包先讲安尼俩，真正。当然有很多人很不错，但是咱以统计起来，种大部分的比例，好，你别相信你问恁翁，你问恁某，是不是拢安尼？好，你训练你的囝做，大部分是拢安尼，啊。啊，另外这条是水源路，最色的。啊，过另外这条绿色，这个是秦青路。啊，另外这条这个是秀峰路。秀峰路这个较早有一个金身菩萨，专台湾有一个金身菩萨，佛教人应该知道在这边。啊，我哈、拜一拜啦，拜一个拜要上班，拢会在一起，我拢五点过来，拢会在走这山区走一遍。啊，礼拜像今仔日哈，较早我也无来中央，礼拜我会拜来我会，我拢会安尼从这红色这边走一圈。然后从那走大概三个小时，所以我整个每个礼拜都这么放空啊，早上都这么。你有法度安尼做无？无法度，你免来甲美国逼引导。咱即马是要甲美国引导，唔是要甲把民进党引导，或是甲国民党引导呢？对吧？好，啊，这是讲甲你讲。啊，我直接拢有种树啊，我唔是行呢啊。这种这八公里、十公里、十二公里都有种树啊咧。啊，我种树啊，种两三千丛，无开一角银。哎，你真奇怪啊！我比孔明还厉害。中国时候有一个孔明，东风借箭，还是什么什么草船借箭，啊，我拢无借箭，啊，无箭，啊，无用借经济啦，啊，我用那个这个什么，他知道一篇电影叫啥？《辛德勒名单》。辛德勒那个老板叫辛德勒，伊拢做那个德国军火商的生意，啊，生产线做一罐武，那个一罐用品，军人用，啊，所以伊去甲。希特勒的迄个人，迄个官方申请讲，迄个犹太人集中营里面来，甲救一群人过来遐，甲上山线哈，上山。啊，不过当时伊良心发现，讲这也无要救，拢被送到迄个毒气筒里面毒杀掉。你我的心态一样，我种的树就跟那个犹太人一样，就跟我们台湾人一样，我从这边先历练救树，但是我发现树的功效比。我的囝靠有效，阮爸后来同意，讲阮爸骂我，讲要读个硕士博士也无效。中恁的国家无国家共欺负六十八年啊！恁爸共欺负，恁母也共欺负，啊！你拢未改变，你给我读一个硕士博啊！我超基金啊，谁不会？美国人、欧洲人都会啊！不要高兴。啊，后来我种树来，阮爸都袂晓，伊嘛，我讲你怎么吸空气，拢我树啊生出来。啊，这毋是阮爸吸，毋是我吸啦，恁在座拢吸了我的空气。伊的树啊，吼，伊的叶子在攀光合作用。也把那大气层面的不好的空气，像台塑啊，是您开车放出来，我会叶子会把它吸收掉，然后重新过滤，跟您到的清净气一样。然后奥巴马会吸有的气，习近平会吸有的气，吸有的气。所以我比慈济还伟大，慈济只是救他那个人。我把那个树，那个树哈，因妈爸爸妈妈给生出来，啊，满山遍野的，啊，我拢一单在遐救。啊，表面上是去救伊啦，不过我是在历练我自己。揣我自己，所以会带动我。我都礼拜一、礼拜六、礼拜日的生活。好，这是辛德勒名单。迄从春天时，我会带我的朋友，还是讲业务来往，还是阮台湾人，我会去春天去踏青，然后开会用个记起来，用 Google 标起来。像我这样就标记起来。秋天这样子哈，吼，即马拢按秋高气爽，爬一排啊哈，啊，就去捡籽，捡一较好的籽，哈，捡一籽啊，你等应种啊，明年春天哈，春天开始就搁爬排啊去。踏青的时候，看大家报了，我捡了个捡了，好，辛德勒名单，辛德勒。啊，个另外一个就是抢救雷恩大兵，哈，这三四五年前大家拢看嘛。诶，雷恩大兵，迄雷恩他们家族的兄弟都去当兵，剩下都大概都战亡，剩下那个幺儿子，啊，糟糕啊，啊，这个家不能让他灭种啊。所以，美国国防部下令说，一定在哪里，但是他是在欧洲战场，不知道在哪里啊，找不到。后来派一个特种部队去找，把他找回来。诶，也表要长。彰显的是因的美国精神啊，结果千辛万苦又找到了，告诉他说：“你家里的兄弟当兵都已经那么，你一定要保留在跟着我们特种部队，要把你
解送回后方，回美国，好、哦、让你回家传宗接代。啊，像阵，迄个咱台湾人吼，走都紧走啊，无人诶美国人说我的任务还在，我不能走。这是美国精神啊，这不是美国精神，人达到某一个程度就有这种精神。啊，咱台湾我去做兵看，我当观测官了、啊，下面人啊，新兵进来，想康想帮吼，啊，那逐工写批写 email 啊，迄种在同因老爸看，我都甲调去较轻松诶单位。我讲你安尼调出来吼，我后摆十把剑一定要嫁予你对吧？有啊，咱家有人的哦。我来讲，看到去去被流亡政府抓来当兵以后，为了嘛辛苦啊，都就安吼，硬硬硬安尼，调到那个什么什么轻松的单位温书了，好、哦、那种就总就一直还原下来就很不好。所以我们贪污到对那一票人，也总现都贪都，哎安尼嫩扛嫩胖啊，啊都大人也是嫩扛嫩胖，好、哦、你看哎弄用穿西装打领带来给好啊嘞，啊其实你弄你上班拢是想讲变那嫩扛嫩胖。啊，我这是讲，予恁大家来参考我的生活，就是安尼，哈、哦。啊，你要听老师讲，起码要听老这個、老师是啥，哈、哦。啊，老师就是安尼，哈、哦，安尼大家了解吧，哈、哦。啊，佮另外一个，我在网络上，恁要注意吼，我每工就是我四点半起来，就四点半到五点期间，我会把全世界的新闻全部看一遍，啊，都透过就是 Google， 啊，我在那穿鞋子准备要出去慢跑的时候 ，Google 就一直播啊。啊，台湾《自由时报》、《中国时报》、《联合报》、美国的什么《华尔街日报》、英国的什么《伦敦日》，不，哎，头条新闻播出来，啊，播出来我都 pick up 起来，你我的脑袋里，啊，出去慢跑，出去都啊，掉，加就掉，比如说在一路加就掉，加到这个大剑山，吼、哦，我都在想啊，这么这台湾这个媒体呢，哈呢，吼、哦，里面还有什么总编辑、什么编辑那些，怎么会这么惨哈？好，你都安尼想啊，好、哦，想你向准你的脑筋比较清楚，就训练我们的头脑，好，啊，这是。我本身的经验，好，跟大家分享，好，大家分享。啊，的确，我咧做啊，应该感觉袂歹嘛，哈。啊，对啦，即马咱都要入去咱的今仔的正题啊。无要讲人啦，哈，免惊。咱受中国文化影响，拢讲人。你这人是好人、歹人、小人、君子，拢讲人。啊，讲刚才那个转移，讲到电脑咁款，你这个。卖电脑、好电脑、消遣电脑、戆电脑，安敢对？啊，唔过安讲对啊，伊讲电脑咧，人电脑唔是人咧。啊，咱人是人咧。啊，我甲你问，我今仔日十一点，还是早起四点半，我才会出去，是我自己脚家己主动爬山起哩。啊，是因为我脑都安尼伫规划啊。啊，恁昨昏来，敢真正自己脚恁下班下课都家行过来扫过啦？无吧，是恁老嘛，老可能吼安尼，顶年都规划好啊，等甲吼，大家拢去啊，我无去袂用，输人输阵吼，啊输人歹看面，就今仔无拼来袂用。啊，过年底到吼，人讲吼，明年迄个初级班、高级班咧更严格啊吼，大概到时候要用考试才可以进来，我到个，所以大家脑筋规划、脑筋去想，就讲吼，我这无紧拼来袂用。所以我讲的是脑，唔是你的人，人是整个头跟身体 body and head。崇拜起来，到人，而且中国文化强调都是人，因无都吸入到迄个系统里面，小系统里面看，所以因拢用迄个掩盖啦，吼、哦，用迄个道貌岸然，互你看无。你讲哎，这人都安外表安遮英俊的吼，迄较早，迄咱秘书长林博士讲，伊伫火车过迄个高铁，迄种阵里面选机啊，看讲哎啊，一群人那咧叽叽叫安尼，我讲一个姓马的来，看到遮英俊的叽叽叫。啊，稳调呀，哈，稳调，稳调，这么安尼五年后、四年后，就安尼叽叽叫啊，大家叽叽叫、哀哀叫，哈哈。哦，所以别个用外表来看哈，别个外表，我这么是讲要甲你引导到迄个脑内底。啊，我先要入去引进脑里面。刚才有讲说，你会来这边，或是你想要娶老婆、嫁老公，或是要离婚、要结婚、要创业，或是要求婚事，或是要来这边上初级班，还有高级班，或是买什么书。不管什么事，人这个西方厉害的地方，这个社会科学，因为我是管理科学的哈。第一天去，刚才我不是医学，但是我们那个教授就把刚才那行为科学脑拿出来解剖，讲你脑里面在做什么事。所以别人从中国问他说：“哎，你人做什么代志？什么精神上没有？”西方人就进入那个脑，其实我们就是脑的啊。这个需求就在产生问题。为什么？你需求不满足，你。
投资股票想要赚钱，结果都被套牢，没办法满足，就是你男女之间的性达不到满足，你就没办法幸福。你吃的油结果是大桶油，啊，结果就糟糕，就达不到原来问题在这边产生。啊，我都要讲这大部分拢以马斯洛哈这个行为科学里面管理科学里面有一个马斯洛模式哈，伊甲人类临床类哈，不管地球哪个地方，包括以台湾来讲，人类迄、那个起码咱台湾2300万人嘛，你甲分类大概用这金字塔三角形分类，你伫忙什么？大概离不开这些了。第一这一层占最多了，生理需求。吃喝拉撒睡性爱，是不是？是不是？都不是事吧？啊西方跟台湾嘛，西方人因满足了以后，生理需求也会往上面来提升。啊，台湾很糟糕，很有钱的人，他还是一直跟那牛啊同款，唔去解渴，食个肥肥，唔去解渴啊，我哋啊吃吃吃吃吃吃，吼、哦！你咪看大官好喺外面啊，大裤大裤面红红红啊，面啊大大，迄都是。迄牛啊，食到饱饱无去健康啊，啊你都我看，啊都惨啊！咱台湾即爿都去食倒去啊，有啊？啊，顶几日刚拢报出来吼，因遐讲啊，那偌济迄个退休金啊，什么什么18%，迄就是啊，生理需求啊，大家，啊、咱拢无去个怀疑，咱拢会，咱拢生理，咱即爿坐遮穿衫啊，那遮听这些东西，生理需求啊，你生理需求你拥有了以后，你很怕失去，比如说你好不容易嫁一个老公，很怕老公跑掉。你好不容易拥有一家公司，你怕公司垮掉；你买一个股票，怕它跌下来，啊，所以你会求安全。拥有那些，你是不是求安全？啊，所以第二个阶段是安全。你拥有的生理需求有以后，你怕失去它。像连战是不是很怕失去它？他的儿子被砰一下，他就话那受不了啊！顶礼拜因查某囝讲望一下，迄个冻袂掉，吼、哦，伊怎么求是安全需求？啊，安全啊！咱即摆甲讲较现实，恁家几啊百万买，几啊千万买的厝吼，吼、哦，拢铁窗都把它装起来。我是拢买啦，我无要到我家来抢来抢啊，有种就来抢嘛。所以你以为安全就会装铁窗，有没有？啊，有没有？标准用这个模式。啊，你有安全以后，还要什么？那如果讲以这边像你。像我们这两天这三天，你讲到有一个归属感，归属到这一边嘛。但是这边三天后，你可能就不会在这边，你会跑到哪？回到你家嘛。所以你要有一种归属感，你有安全以后，那个地方很安全。像这边不是这么安全呢，有吧？我们过你三天啊，不可能一直在这边嘛。所以要有一个归属感，人到最后动物也是有一个归属，然后归属大部分在家啦，家庭好不容易建立起来，不管是你祖先留下，或是你自己白手起家创立的家，好，你会有一种归属感，有没有？我们会认同哪一个地方都是这样。比如说你会到国外去旅行，又到最后为什么会回来台湾？用归属感嘛，哈。啊，你有归属感，你接下来会想啊，你回到家里面，你的阿纳达，你的另外一半对你啊，那目睭这么，哈。你也不希望这样嘛，对不对？归属到那边，结果大家都好像仇人一样。我想我们现在台湾经济不好哈，现在家里面很多都这样啊，现在离婚率很高啊，听说都用秒计了。好，内政部因这些离婚政府、内政部的统计都秒计了，说离婚率很高。啊，上我刚才上去啊，我就发现了出来，我宠物特别多，流浪猫、流浪狗一大堆的，以前阿伯叫这些的，那块狗啊，宠物都不爱，猫啊猫啊，放在我山顶，阿伯我饲。哦，我呀，拄啊，我遐吼，迄个规粒山拢我管的嘛，哈。啊，你看，到尾就会安啦，无改善的话，翁仔某也是讲不爱啊，对不？跟宠物一样不爱啊，拢离婚。家己不要履行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任务了，法律保障就是大家自由嘛。啊，你从迄个我住的山区里面的话，以前无安尼的，甚至我去从我的爬山哈，较慢的话，从这假日，拄到了开扁道哩，我是讲要甲问路嘞，我真欢喜啊，日行一善啊，啊，未问到安尼门开开。迄、那个一布袋骗出来呢，哇！猫仔几下食走走出来，啊！我也有这种仗义之言了，我知影嘛，马上跑到他一辫子把他拦下来，我讲你这猫仔甲掠落去山脚，你一只温死的，啊！迄种贵妇嘞，贵妇啊，开扁道的，你看迄款人，你们现在有没有在跟贵妇或是帅哥谈恋爱？啊，没有的话恭喜你们，有的话赶快，因为他们那个心态都是在都市里面。对那种环境什么那个不在意啊，所以我用这种归属，接下来
第四个是宗教，不管哪个宗教，讲爱，爱当然不是性爱或男女之间的那个爱，就是说你归到家里面，刚才讲你应该处的，处的人面清洁吧，虽然是夫妻是儿子媳妇，但是大家呢，经济部大家都欺骗，啊，今仔个譬如某一当股票套到了，然后有什么被哪一个大桶油杀到了，啊，吃了都一辈子都吃了那些，啊，你感觉就在家里面可能就火药味很重，就没有爱嘛。 所以你等到你处还要受到那个环境，还有爱，好，你要归属感回到那个家，回到那个公司里面的，你还要有爱，好，那个爱，哈，那个爱，我台湾人比较难体会，可能爱都是啊，我为你付出啊，我为那这个，那个不是啊，那个不是爱。好，那这些前面一二三四弄达到以后，自我实现。台湾人很少，什么叫自我实现？像我以我例，我种树就自我实现。 没有人安排我，没有人说你种一棵树，我给你多少薪水？没有，这就是自我实现。种树呀、啊，你像吴宝春把面包做好也是自我实现。王建民把球投好也是自我实现。你把你的另外一半照顾好，让他的幸福美满也是自我实现。你把你的家那狗把它训练成会讲话也是自我实现。但是那弄不好，但这把弄永远生存在生理需求跟安全需求。 啊！你看西方为什么进步？西方他们那些，你就连怪咖什么牛顿、什么爱因斯坦啊，过去的迄个迄个迄金迄英国迄个瘫痪那个，你看吼、哦，你看起来，你感觉家己的查某囝，你查某囝孙皆有伊。不过人家在美国、在英国就是天才，很多女人都嫁给他，说那个总很好，还原下来以后都是得诺贝尔奖。啊，你也去找马英九还原下来，糟糕，都喝大桶油了，哈、啊，好，没关系。所以自我实现的意思都是安呢。 啊，咱即马吼还生活在生理需求啦，啊，糟糕，还安全需求，大桶油都搞不好。前一段时间他面粉吃了30几年面粉，啊，你去承认，你顿白相信，后礼拜可自来水最大问题，大家拢食习惯了，自来水里面含氯，我曾经去自来水管看过，伊里面工作人员，你们要消毒啊，这整包就把它抬下去，啊，大家对外面公布说，啊，我们。 力要放多少？什么化工的哦？那用那科学表那种药，它不是。那工作人员都没人管理，跟成公务员，那这地方怎么？一举报那个塌落去，啊，都人家这黑啊，这个拉拉，啊，那个胖出来，啊，恁咱家都弄黑。所以我们那较早，我管理科学都研究说，这问题，啊，怎么台湾的那个西游记比例怎么最高的？啊，工业发展，胡扯！啊，新加坡没有工业发展嘛？日本没有工业发展嘛？美国没有工业发展嘛？ 刚才出了问题了，生理那边管理就出了问题了。咱请政府，咱交搞社会根本，根本跟成功，咱卖讲政府了，咱找人，人一个水果你要给我，你惊生出来，啊你，你华雀人，三顿拢无顾好啊，唔是讲无人阿食，拢凊彩食食外口什么麦当劳什么都麦当劳食，讲食幸福，食起来食幸福啊，唔知讲迄开始在中毒了，啊，哇，咱种是咪拢安尼，很幸福啊，结果后来发现啊不对啊，好像都不幸福嘞，后来看我糟糕啊。 好，这是这几下，大家我要考试哦。你们人看听，听听听，因为咱即马讲在社会上有件拢听听拢足道理，足好道理。不过做了后，拢袂晓做。好，这就人家西方我都变，西方人迄个免了解伤济，要搞一束束我倒啊，啊出好，我说讲手机关掉来。好，这西方我用经常用西方跟东方。 但是东方里面有个很多地方已经不错了，像那个日本，啊，这新日本，啊，是咱较早咱的某国，迄个大日本，啊，迄个拢较有水准的。好，我讲一个，因为我是负责证件，台湾，台湾，你往政府当时10年前发行那个认购签证，啊，股市里面有认购签证嘛，台湾那时候没有，是我跟另外一个人到美国去取经。 在那边熬了半年，然后就写他们那个食物，其实把那个model拿回来在台湾。你知道，我可以看到，咱台湾根本都没有相关的资讯，包括我等一下，或是我们的国教授，还是其他的讲师都会讲，我们的很多历史哈都被掩盖了。我金融商品里面，里面1910多少年，1910多少年，大家都还没有出生嘛，你的爸爸可能都还没有出生。我看到那边有一个福尔摩沙在华尔街发行。 公债，金融商品，准备回来福尔摩沙的中部筹措盖一个火力发电厂。我们在住中部人，咱们在怎样？有这个要有这个火力发电厂，什么水力发电厂？1910多少年？可见当时台湾人。
包括日本哈，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属于日本嘛，人才一流，所以那时候有金融商品已经到华尔街去花，1907年呢，就在花。那以我现在将近100年以后了，因为我是数理科学的，哇，不得了，那个100年以前，台湾人已经有到华尔街去发行，然后回来建设台湾。1900多少？你现在身份证上写的中华民国都还没有出生呢，还在那边扎，啊。啊！你们现在还拿他身份证？好，抱歉了，抱歉了，我这样可能会有。接下来，刚才有提到你那个五大需求大城市，是不是都要达到？或是你现在有从事宗教人，要达到要达到做好事或啊修得正果，或是要福报，但是到最后是没办法达到哈，都有个落差嘛。所以每天都叫物质的，啊，弄不掉，啊，弄掉，加弄什么都要油了啥还要，所以你需求产生问题。啊，我跟你们啊，这个问题，咱这边用汉字叫做问题的，英文应该用哪个字比较好？年轻人回答一下，你们国中开始都有上英文了。我这边写用需求，以刚才前面的操作型定律，需求产生问题，那这个问题应该用英文字哪一个字？因为汉字很糟糕的，汉字哈，你没有注意哈，经常都会变轨，会变成逢金当马良，啊，一句话这边这个问题啊，我问你，是 quick 请还是 problem？quick 请的人请举手。Q&A 啊，我们不是你在上课的时候说，哎，你们有没有问题，或是你们参加什么座谈会，人家最后 quick 请哈，这还是 problem， 有没有没有了解？如果没有，你看，怪不得台湾人很容易被那种中国人骗的原因，他全部把你翻译成问题啊。您教授在上课上完，或是你小朋友在上课，有没有 quick 请或是 Q&A 嘛？Quick and answer 嘛，或者是 apply 哈，所以这个 quick 请这个是比较中性的。我说问你，你有不了解的地方，或是你有什么疑问的地方，都可以拿出来，或是你要跟人家分享，这个都拿出来 issue 就是 issue 了。那 proper 这不是啊 ，proper 管理科学你们定义的数学的，就是不好的，本来应该要那样，结果你把它走之后就负了，物理学、数学就负了 ，proper 是负，但是全部把它翻译成问题啊，糟糕啊，结果台湾人全部都问题。全部的问题啊，真的以数学管理科学或是华理来讲，这个很容易切进去，就要界定定义定界定进去，经过一个函数过去就可以把那个 y 找出来。好，那我想在做前昨天那个林博士秘书长提到 ，people of Taiwan，people on Taiwan， 啊，宋楚瑜规定下去说他的幕僚团翻译这个全部把它翻译成台湾人啊，西腰料跟这个 prop 问题一样，台湾人吗？台湾人是这样定义吗？台湾人有严格定义的 ，people of 哈跟 on 这个国中、高中、大学 of 跟 on 操作型定义不一样，汉字没有这样，汉字一定要用后面修饰啊，你修饰哈，你整篇你没有看完，你就看那一段了，整个意思都断章取义，啊。刚才我讲说有一个问题，我现在要问你，已经进入到这个境界了。中华民国是不是个国家？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个国家？等一下我再问，等一下你们回答我。还有台湾是不是国家？好，那我们来探讨国家的定义是什么？国家在西方有三个定义，一个是 country， 一个是 nation， 一个是 state。它的属性不一样，就如同我讲问题，你看汉字，完全会错意，所以。我们这边上课老师都一再鼓励你们看旧金山合约，一定要去看英文版或是看日文版，或是看马关条约，你一定要看那个英文版或什么，你不要看汉字版一定会搞错掉。明明马关条约上面明明写的是两个皇帝交割嘛，就像我们公司一样，董事长跟董事长买卖，董事长好，当然是由总经理去代笔，或者是那总管理处，但是是董事长的名字代表公司嘛，这么简单，我们在这边上班的人应该知道，或是你家里房地产买卖也是嘛，啊，结果到最后说是变成总经理的，变成总管理处的，那我可怜安尼了，啊，哎，您房地产买一买啊，有没有大家都有买？像你我都有买啊，啊，怎么到最后买一买是变成那个中介商的？那中介商就是政府啦，帮你跑了，代理你了，
旧金山合约里面也很多，你用汉字看，我有啊，我大学研究所都念旧金山合约啊，马关条约都看过啊，结果看到英文看的是汉字版啊，汉字版就海西人，好，况且笑，刚才弄看过波德洋啊嘛哈，1960年代看波德洋啊，六合吧哈，六合生啊个是苏人文啊，我唔知中原军舰甲迄西方军舰啊斗来斗去，后壁讲安尼，中原军舰要输去啊，输了了去啊，后壁讲哦，向阳开只白马，中国强出来。哇！我中国强啊，迄阵哇，迄阵就中国啊，我都想无咧。有啊，徛一个扑刀，扑啊，都甲西方的啥物都扑了了。哇哇，我看过啊。哇，迄阵真哇，很崇拜咧，迄是中国强。啊，都是看恁脑筋里面的塑造。啊，真正哪有可能啊呢？有啦，拢用诸葛亮那种草船借箭，那东什么借箭嘿，哪有可能？啊，咱你我相信，即我讲唔是你，是你的脑。跟从我这部电脑里面装了。应用软体已经出问题了，所以电脑跑出来就出问题，你知道吗？电脑，那脑从小就被塑造成这样，所以这么讲，需求啊，你一般的正常欲望嘛，你要探多少钱，你要做什么国光，你要追哪一个人，啊、到最后呢，第一，接了产生落差，好、哦，这在统计学、物理学、数学里面都可能很容易知道，物理学的啊。哦就一个 delta， 不管大小，就问题产生了。你开始的会行为就脑筋受影响，就不准啦，或是想更要报复啦，或是要报仇啦，哈。好，接着讲，这里都是安尼产生问题。我还想起你现在把它简单化，你的生命过我们的生命过程中是不是都这样？是不是拢安呢 ？OK， 好，因为我的题目是说解决台湾问题的脑内革命，所以我们整个要带回脑内革命。那国中、高中。高中、国中的时候，上健康教育某一个章节都跳过去。哪个章节？对，结果我们这边大部分在西方人看的都是这方面都是落瓦卡，因为就是那个章节把我们跳过去。那问他为什么跳过去？因为那时候健康教育老师哈都年轻，不能来那里。一共上到里面讲到那些，他会反应。好、啊，所以都不上啊，叫你回去问你爸爸妈妈啊。爸爸妈妈说，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当时也不这样生你下来啊，就这样生下来啊。啊、糟糕，我们就这样，啊，在座很多都已经都有儿子孙子了，你性方面的知识真的还是很薄弱。西方人看你是不是完人，看你性能力，而不是要去强奸人家，或是要别人看你的性能力强不强。性能力弱的人，他根本没办法去做把事情做好。啊，那这个性能力在哪里？我这边没有写错，等一下我用那个台湾大学一个。吴教授他讲，他经常到我们台北州去开那个有机的。你知道这个脑吼，大家拢有脑哈，大家看摸摸看，你右手拿出来摸你的左脑，摸摸看。你即马耳孔听我咧讲，那就看我这個。其实伊这两个耳孔跟目睭是一个牵哦，一个工具尔。他听到就信息，看到就要传到大脑。迄脑跟像迄个无辜的孤单老人，用关地跟迄个跟人恁迄个，迄什么啦？陈水扁一样被关在几瓶里面哦，哎，这对外靠都唔知啊，所以都哎，迄业主甲讲者讲啊，外靠安那哈，内底哦，我者台湾民政府入来请啊，就知啊。咱这边看啊，这个红色的这个区域，还有下面红色这一块，还有蓝色这一块，你没有看它的功能别，有没有看到？请问你们人生，我们的人生过程中，你大概都用到哪一区？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只能用到那一期，所以我们台湾才会这么悲惨。所以不是人，不是我们台湾人出了问题，是我们脑出了问题，所以要脑内革命。所以你的脑里面跟电脑程式一样，我要把好的程式装进去，把你的作业系统把它升级。哈，有没有？现在有用电脑，应该都随时在升级嘛。啊，不管是商业活动还是弄，都要升级啊。临床类，尤其人类。这一块额头摸摸看，你现在听我，你看你们现在依照我的动作做，是用脑在吩咐去做，不是你的手自己自动会去摸你的头啊，是脑啊，啊脑为什么？是因为我一个命令讲过去，你耳朵接收到了。如果是耳聋的人就没办法反应，或是下一代人没办法反应，啊，他过来反应，所以咱要把这一块红色这一块把它革命。把它恢复到正常化，台湾地位要正常化，台湾人的国际身份要正常化，台湾的
国际地位要正常化，我们的脑也要正常化，这一块脑这一步我们都把它挨躲在那边，就好像我们买了电脑也买了5万6万回去，都结果只是在打电动玩具。不要笑，用到人脑，我们现在刚才马斯洛讲，我们不是都用在百分比都用在生理需求吗？而诺贝尔奖或是音乐或艺术或是那个那个哈利波特，怎么都是由那些英国那些你看不上的人都弄他们出来，因为他们这块很厉害，因为教育因为祖先已经都强化这一块，他们教育里面的，那我们存在这一块就传统了，低等动物吃喝拉撒睡都是几下满足以后就很高兴，这一块感觉判断思考规划移动语言啊，那你刚才说讲到 sex 性在还没有在哪里，低等动物在这边都有了啊，低等动物你不用教他，他春天到知道怎样做啊，在语言这边，所以那个吴教授当时告诉我吓一跳，他说语言能力强的人性能力都很强，没骗你，你试试看，那语言啊不会讲啊，像每次讲的，他问他说：“谢谢指教那种，性能力很低。”谢谢指教最喜欢讲是哪一位？怪不得他老婆每天都按好啊，刮打伞啊，弄白盖工位。我你知道我讲啥人啊？性能力在这一块跟语言在一起啊，所以不要说语言，那中国不能讲好，那爱斯文啊，不要讲太冲动，错了，西方人不会管你，舞台已经公开化，每个人都可以上去挑战，不要用中国文化什么45斤什么温良恭俭让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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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金户户子子，你要照那模式永远翻不了身，永远那个数学考48分的人统治你，对吧？我数学考98分呢，啊，物理考100分呢，电脑这个电脑那时候差一点，我是一路在台湾教育，不然我是在美国，我是办那个比尔盖茨办，他比我大大概7岁嘛，他找我7岁，要是我在美国，那个个人电脑一定我弄出来了，不会他了。但是因为我在台湾受中文了，你们都好好念书啊，念书就有功名啊，就有黄金屋啊，就有颜如玉啊，结果好像都没有，结果给我一堆都是一桶沙拉油的大桶沙拉油，啊，安尼教脑内革命，今天要上课，重点就是这。啊，咱这些老师精英都会告诉你，华理华理华理，日本天皇所拥有，美国占领啊，占领不得转移主权啊，那个流亡不得在流亡地那个正常化，接弄一个好像一个知识一个 idea 进来，一个公式进来，你要拿到这边来分析啊，不要只是说中华民国。教育告诉我，只有背，每个人都跟鹦鹉学一样，鹦鹉哈，你只要有养鹦鹉的人的话，讲话比你好听啊，啊，结果他懂那个意思吗？根本不懂，啊，考试出去话，我们在中华民国就哦，你考满分，人才坐进去，啊，结果什么都不会，啊，连那个大同以为也弄不好，啊，结果他们有谋略啊，要让台湾人笨笨的，才不会跟他们反抗，吃了大同油了什么那些哈，那是台湾人才笨笨的嘛，啊，他真的，他的谋略就这样。好，这个大概你知道，最主要说你叫你一辈子。当时我不是医学院的，但是我们管理科学，就这第一天上行为科学，就把教授就把这个拿来上，一个一个讲，因为你这一期你把它按下去哦，这个脑区哈按下去就是那功能，跟电脑一样，啊，这个他们那个生理实验都是用来的对比。好，啊，你语言区哦，你这边后面有一块信息，你把记录，哇，啪啪掉，啊，没一片呢。所以呢，最后是要脑了，改变脑，你脑不改变哦，很难。啊，何况还要付自己行动才能完成了。你只会写情书，那个漂亮女人、漂亮男人就会躺在你怀抱里嘛。最后，我等一下要讲到行动，东方人台湾欠缺行动，有行动都是属于刚才生理需求的那些行动而已。好，那我讲不是在周围的大家了哈，大家在这边已经在算1900万里面最优秀了。好，我稍微比你们优秀，因为我7年早一点来，好，比你们早365天来。好，这边我在强调啊，判断、思考、规划、感觉，
语言，你才有办法语言啊讲出去跟人家沟通。啊，华理论述你没办法跟人家，你现在都知道华理论述里面什么内容，知道这些，那你要把那一回生、二回熟、三熟能生巧、三四回炉火纯青、五回发扬光大。西方人都已经进入刚才讲的发扬光大，就是那个自我实现那个阶段。好，自我实现哈，刚才马斯洛里面在讲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针对脑，刚才哇，那伟脑看照顾不熊，我们是医学院的，我们是医学院啊，哎，卖啊，你丢责任了啊！你到丢了，丢给他医学院也不会啊。你说啊，这个问题丢给政治人物，这个台湾政治人物都喝大桶油长大的，他也不会解决。啊，我们现在把它再一个详细脑啊 ，IPO，I 就是一个 input，P 就是 process 哈 ，output 出来。就刚才你们听的说，哦，你摸摸你的大脑，有没有这个指令给你，你就会有一个产生动作嘛？输入 input。好，你现在这一天来听到华理论述，或在网络上看到华理论述，都是按那 input 进去到你了。不管你用眼睛看，用耳朵看，或什么，或是人家给你强灌输，不要紧，都 input 进去。那你大脑里面就会把这个 input 这个资讯进去，你会分析啊，啊，这个是不是以前的啊？有跟我的观点不一样，跟了以前刘王政府给的观点都不一样啊。我明明是战胜国啊，怎么变成战败国啊？那这个搞不清楚啊，谁来炸台湾也搞不清楚啊。哎，这个西方人不会搞这样，西方人都有一个好奇心了，啊，虽然没有去了解这些，没有什么金钱报酬，但是西方人都喜欢去谈这些，因为 know how 嘛，了解。而台湾人说，哎，无为无好了，国不多较重要，过了几百年啊，弄不多愈来愈妖，啊，因为你判断以后，刚才脑部里面不是红色那个有思考、记忆，然后情绪，哇，嘿，我懂，哦，台湾民政府被搞流亡政府安安了，嚯，他就情绪中枢就反应出来，动不掉，好唔好？哇，在这一定两年前一定都一年前一定都这样反，那有可能那个情绪反应啊，哎，把你脑部里面那资料，那仓库里面的情绪拿出来配合，啊，结果一年以后，哎，愈听愈像嘞，无可能嘞，啊，怎么都变成有可能？哎，我无较紧来啊，输人唔输阵啊，啊，输阵就歹看面啦，紧来报名参加，嚯，今仔坐个满满满，你看，啊，较早无安尼嘞，啊，顶礼拜差不多六十几个啦，哈，啊，即马都坐个满满满。阿古拉利德为输出控制，跟招来台湾民政府上课啊，啊，对吧？那你复制行动嘛，安得对吧？这里个记起啦，很简单，你自己把它画 IPO 的地方了，啊，阿古拉，都还是大脑，啊，咱都要讲是人体嘛，你不能像电脑只一个电脑啊，还要一个人体嘛，身体啊，下面这个，啊，上面这个，啊，才有办法你整个生命的运作起来。人体啊，刚刚前面那是 brain， 这个是 body 啊，一样 IPO。那 input 以人体整个来讲，整个的来讲，我从上到下，你们自己摸摸看，最上面大概是什么？眼睛嘛，外表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啊，从这个顺序来看啊，越下面越没不值钱，没骗你啊，那个很多人医生都割掉没有用，有没有？越上面了，啊，你上面越割掉，你就越糟糕。所以啊，一啊，讯息从眼、耳、鼻、舌、身、意讯息，刚才 input 进来，经过哈。你看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在额头？所以照顾者把你安排在这边是很重要。但是后来是哦，人类啊，这个临床类发展哇，几乎要跟照顾者挑战，啊，这个总要让他还原下去。由上帝来还原太辛苦了，所以他们弄最下面弄一个生殖功能出来，人类自己去繁殖，结果被政治人物把你搞错方向了，嚯，哦，什么大中华民族什么主义了，搞错。啊，那呼吸系统，鼻孔是不是在眼睛、耳朵下面？啊，鼻孔你把它闭起来，大概可以撑几秒钟、几分钟。然后到嘴巴，嘴巴不吃饭哈，一个礼拜不会死吧？鼻孔不喘气的话，你试试看。啊，头脑没有信息进去，你看川流不息啦，信息啊 ，image 啊，川流不息，不相信你们呢？就算现在没有人打扰你，你自己脑筋也坐在那边一直在想，想以前，想未来，想现在，脑是川流不息，所以透过眼睛、耳朵一直给他，但是川流给我们的，我们在台湾这个环境给我们那个信息都是错误的，啊，川流不息，透过眼、耳、鼻、舌、身、意，一直供应给你。呼吸的话是用几秒钟、几分钟可以断一下，啊，你游泳的人、潜泳的人应该知道，可以看，可以憋气几分钟都不会死。那消化系统啊，你一礼拜无食饭，有水拢还阁通啊生啊，啊，啊，阁落来生殖器啊，不做爱会死吗？不会吧，啊，
所以造物者已经帮你安排这样啊。你了解？你以我们现在台湾的问题，刚才讲说要用脑内革命解决台湾的问题，出在哪里？啊，这应该打通正常了。啊，消化系统因为喝了很多大桶油，现在可能都有问题了。啊，呼吸我们的空气污染了、啊，被六氢污染了、啊，被什么污染？这个也有问题了。啊，性血的错误啊，啊，马关条约、旧金山合约，那种错误了。啊，好啊，糟糕，咱规身人拢毒嘞。我在美国中，哦，恁台湾人的查某囡仔我唔敢娶。你们比人家了解，讲你们足毒的，毒到就是吃啦。因为他们台湾人去那边念书，平常是像我们这样交流，他知道台湾人，女孩子、男孩子真的很啊，大个就是你现在看中国一样，说啊去美国留学是欧洲留学，哎、啊、怎么就那种样子？他们看我们也是那样子，就是咱脑不活泼，从小幼稚园、受精卵开始都可以用压抑的那吵闹模式做。啊，西方不会，西方说没有错，那没有错，但是人家达到某一个18岁的时候，他脑的成熟，会自己给判起来，会启蒙给判起来。所以因国小几年级以下的教都很简单，就启蒙，那脑我那都在脑个启蒙给一概都会给。干脆咱工那工厂那个生产线判起来就好啊，都知影讲要进料偌济啊，要出货偌济啊，用人才多少，要到多少人、啊，那不是嘞，整个脑变成西草，变成仓库，仓库你知道吗？一直塞东西啊！你家不相信？你每个厅房间的卧房都把它当仓库啊！那你家就我看就完蛋，功能整个就爆炸。台湾人就变成这样啊！一改塑造功能，你用仓库里面拿来比赛就好了，比分数高不高？比联考高不高？西方哪里跟比联考？哪里用联考？你看残害我们十几岁还没有成熟就用联考来把它抢呀！但是我们都很高兴，我们比哦台大我交大第一名，好爽。比那个有用吗？到最后你还是输给比尔盖茨啊，你还是输给 Google 啊。仓库比仓库有什么用？不比生产线嘛，对不对？有没有？那比仓库啊？你家如果说还比说挂一个博士硕士，赶快把它下下来，不要用那个丢人现眼。啊，如果说你现在还有了、明天啊，你高级班硕你办一个正式，那一定要挂上去，啊，代表说你们已经脑内革命了。OK， 啊，这边就是要解释那个、啊，那我以前哦，15年前上的就是这样。哎、欸，不是只这样哦，嚯、哦，这个要进入到那个系统，所以我们那个交大管院所全部要理工科的了，没有什么社不要社会系的了，一定要理工科了。好，等一下我讲话可能会得罪很多读社会系的人哈，啊，心里有准备，因为这个是因为真的台湾在美国欧洲没有这样的情形，这个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管理当局。以往政府管理，他们故意用那种模式，就用大桶油给你吃。他说：“我们不知道，厂商那么邪恶，厂商都缴税给他的，我们缴税他，他公务员都没有去监那个督导吗？骗人！好，啊，如果讲产生 delta 你问题是谈到 delta 只产生问题、啊，你要解这个 delta 要怎样把它解决掉？你上国中、高中、上大学、上电机科什么科的微积分，简单的微积分，好，还没有上微积分之前，有那种简单的式子变化 delta、啊。”落差，刚刚讲的水位差、电位差什么差，男女之间的那个性别差，才会产生那样的能量，都是位差产生能量嘛。啊，你缺钱的时候要拼命的赚钱嘛，啊，你很富裕的时候要做功德，要去参加很多那个慈善活动嘛。好，解决活动、解决问题的，这个是要没频道力的话，公然闹哦。你们笔记写一写，你脑都没有改哦。我刚刚脑内革命是脑，你要知道这件事哦。你不要说抄一抄，又用中国文化说，我抄起来就是第一名，所以我的公司里面，我的部门呢，只要让我知道哈，你以前从幼稚园到博士是补习的，我一定不录取，因为我验证了这个，因为你补习是解考古题啊，考古题可以写很漂亮啊，技巧很漂亮，但是问题实际的问题稍微变化要叫你解决，你会拖啊、哦、那个我不要啊那个我没办法胜任，那糟糕，我是高阶主管，那我自己要下去做了，所以我第一关都要挑选的了，所以你第一个要了解实情状况嘛，刚才那个低跟低接了嘛，你需要是什么要很清楚嘛。好，那你现在台湾的问题，你要了解台湾的问题嘛？啊，刚才我讲的是问题啊，是 proper 不是 question 啊，问题很严重嘛，我们偏离的航道了啦，偏离太久，68年偏离掉了，有人故意把你用引线把你拉到另外一边去了啦，啊，那我们68年后才发现不对啊，所以现在要那个星际迷航记一样，又把它汇回去嘛。他们讲就回到历史的原点了。那我比较不用历史的原点了。历史原点在数学、在物理、在学理上是有标准的定义的。我就说回到正常的轨道了。
回到正常轨道才对了，不是原点啊。啊，你得要第一个要先了解状况，那就是你生病了找医生，医生也先要诊断你的病况嘛。好，你用欧罗先，我咱这边政治也有很多用欧罗先，那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欧罗先讲啊。啊，你这个了解状况，你要界定问题啊。你现在是哪一个问题最严重？现在台湾问题最严重是什么？身份地位的问题嘛。啊，或是你在生病时找医生，医生说啊，你这个人生活怎么这么？他界定啊，你大概喝酒喝太多了，肝出了问题。好，我是刚才前面那个几大系统了嘛，从上面到下面的，所以你要界定问题点在哪里。啊，那问题点出来，你要构建一个分析模式啊。你不能说问题弄出来就不会分析啊。有没有？我们上数学，为什么国小、幼稚园、国中、高中要上数学？数学不是要让你去当数学家了，拜托了，那个是要训练你的头脑了。啊，结果我们国中、高中一大票的三角函数、排列组合不会哦，全部都跑去练社会系，背历史、地理啊，背《三国演义》，谁不会背啊？背历史、地理，那谁不会背啊？你找鹦鹉来背也会背。我大尖山有一只神猪，那个龙家人后，那个神猪还会。左脚乘法表的，你告诉他三乘以三多少，他去开水龙头开九次，真的、啊，他不会讲说九啊，但是会开九次。嗯，你看训练人，但是我们理工科的人有那种头脑，结果都把你弄到生产线去当工程师，结果晚上一直撑在那边搞研究，啊，结果王雪红的股票就跌到惨不忍睹。啊，你看我们被分裂了。你要构建分析模式，分析模式的话，像你们上简单解析题，不是求几大值几小值嘛？有没有数学里面函数有没有？有没有哈？数学啊，应该国中都有嘛？国中你们都有上课啊？简单的数学要求几大值几，那个就是分析模式啊。你要提出解决方案呐、啊，方案很多啊。民进党像台湾的问题，民进党中华民国民进党提出一个方案呐、啊，啊，中国国民党也提出一个方案呐、啊，啊，台湾民政府也提出一个方案呐、啊，啊，我们没有提出，那你来判断哪一个方案哪嘛？啊，结果因为我们都没有那个头脑，所以分析不出来，说干着别人走，啊，人家用山猪小猪来养来吸引你，你干他们去养山猪小猪啊，啊，山猪小猪怎么有办法解决问题呢？啊，解决问题方案你要提出来，啊，我们在公司上班，在家里面解决问题也是这样啊，那接下来你方案出来就要执行啊，啊，台湾解决问题现在不是在执行了吗？告到美国去啊，告到美国去了，那就执行嘛，执行嘛，哎、欸，不是说要告。啊，但是没有人去告啊，那执行力啦，台湾人就刚才讲这个信用比就超高，执行力很差，因为我们评断一个人好坏都是用啊会讲会对应如流的话、啊，你嫌你气哦，他一表人才穿西装啊来彬彬有礼，要个送一个红包给你就高兴哦，我家世真好诶，马英九不是用安呢，模式一样啊，要了解动机论，以动机是放在哪，所以你。这样的执行解决过程中，所以我生命过程中都放在后半部，包括我种树也是一样。种树你们讲，种树要种下去，两个字种下去，只是写到都讲得很好听啊，种树很重要，第二句大家都会写啊。哇，老师改版分，哇，以为这个人很爱护生态，啊，结果教会种都不会种，头在上，脚在上都不知道，对不对？没骗你，你不相信你会去问你的孙子，看他会不会种，他讲一定会了，那叫他去种种看。拜托，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完蛋了。真的完蛋，好，这啊，那过程中可能要修改，所以他美国、欧洲或是日本现在，他们一定都有幕僚团，在座位都有七八十个人，我们就是在培养这个幕僚团。当然里面有很多精英会变成那个政务官，哈 ，decision making， 啊，在座位现在已经踏进来了，已经好不容易引进免了，接下来继续往那刚才马斯洛五大层次那边往上爬。你如果说好听一听啊，这样我满意了，那就继续存在马斯洛那个最生理需求了，啊，往上面冲，台湾会冲出一片光明来。好，这个有没有记下来？好，我这个已经精华，这个是我以前上管理科学，我不讲 MBA 啊，在座位很多有上 MBA 啊 ，MBA 是很狭隘的一个啊，是管理科学，是企业管理嘛，那我这是管理科学啊，管理科学你不管刚才讲的生殖器、太空。政治、法律、律师都要靠管理科学、啊，你不能用俄罗斯搞骗的，用我们历史那样写，所以照那样做不对啊。啊，我这个时间都要统计的，我不能讲太久。好，接下来解决问题，啊，要解决问题了。前面那个不是产生一大堆问题吗？
哦，你的阿娜达跟你离婚啦、啊，你的儿子要离家出走了啊！你投资股票被套牢啊！啊，你被台湾的政治人物骗了、啊，那这个是问题嘛？根本 problem 啊！那你要讲姐姐刚才前面我列出来的那个程序，管理就是管理，我们很东方人台湾很少叫管理，而讲到管哦，还管了、啊，又把它污名化了，管哈、哦，金钟管，父母管。因为 management 不是这个定义，那我先用汉字，汉字管，你们都知道管字吗？管嘛哈，管字哈，好像他那个就是一个管字，那我们这个教室也一个管字，或是水管、油管，或你汽车里面的管，或电脑里面这个线都管，管里面在流什么？有没有人举手要回答？管里面流什么？哎、欸，没有错，是里面有一些东西要把流透过这个。签哦，你都要通路，管要流到某一个需要的地方。刚才不是你欠缺吗？所以那个资讯或是你要的那个资源要透过管流过去啊。那个管控制管的人如果不会乱喷，我用一个救火队那个人就好，我很努力，然后我穿的制服穿的，哇，你幸好这个女儿不嫁给他不行啊。结果哈、啊，他你认为他是专家啊？结果哈、啊，好不容易把他救火车开过去，结果开错地方了，管理出了问题啊。绕了老半天啊，找到那个花火的地方，啊，就喷啊，不会喷，喷不出去。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吗？你政治人物，你选票选给他，结果他喷不出来，给你大桶油给你吃啊。就是管理就这样，管制里面流的是什么？就管理了，管制里面流啊，那个水就控制那个管。就翻译当时翻译成汉字，这管是很有意思的。Management 英文管理。管啊，管制是里面流东西。好，那我们现在把它缩小到企业管理，有没有？大家一二十年了，大家都要练 MBA 然后 EMBA 啊。好，那我告诉你，哦，十五年是我练管理科学。管制，五管里面讲，你像在学校上 MBA 对不对？五管啊，人事管理、财务管理、什么生产管理、什么行销管理，那是分门别类更详细。其实整个来讲，就是要解决问题。解决公司的问题，公司最大问题是什么？赚钱。像宏基现在快要垮掉了，啊，那个就要赶快要找人，赶快要进去接掌另外一个管理模式，管理哈，啊，这个英文字管理是从16世纪、17世纪就在意大利那边开始，他们当时把它当工具，可能牛车啦，或是胖铺啦，或是那个杠杆啦，那种工具，你要怎样有效的应用嘛？所以他们的引擎后来的涡轮引擎，或是后来的很有力量的引擎马达，都是这样发展出来。所以到最后是说，要怎样去把那个 tool 和 resource handle well good， 就是说你要怎样把你的工具操作好。你的工具难道是外在的？刚才我脑讲就脑就是你的工具啊，但是我们都把它 idle 掉，把它当成仓库啊。啊，现在有没有学到了？今天讲这个，你比你上 MBA 还重要。我已经把管理管解释出来了，管啊，管啊，你不要用军中的管理爸爸妈妈管，不是啊，管制里面流通的是什么？企业管理里面，刚才讲了，你那个资金流、资讯流，还有什么流，都是在管制里面流啊，只是有形无形而已。那谁在管 handle 董事长、总经理、各部门的主管，专业的钻研，对不对？企业管理就这样。那企业管理需要管理以外，难道宗教不用管理吗？总统不用管理吗？医院不用管理吗？刚才讲的人脑身体里面的照顾者把你弄好，难道他没有安排城市里面管理？不然你心脏怎么会跳？你怎么会睡觉？你春天到了怎么会穿得比较短？对不对？管理已经都安排好了。啊，所以今天这一堂课很值得。这个我以前在投资学里面上一堂课都一个人都要交2000块的，对不对？那我来这边是免费的，供应的，因为赶快把台湾啊升起来，我们要把台湾变成啊比以色列还强，比美国还强啊，所以一定要管理。好，阿雷叫马上问问题，有没有人问题？很简单的问题。哎，对对对，都可以。现在这边我讲的是 management 是名词。啊，那你把 ment 拿掉的话，就管理动作，就是执行。譬如说你要怎样开会管理，还是什么会议管理那个一样哈。好，管理，我现在这样解释这个管了、啊，不然台湾人搞不懂管是什么意思，什么用管呢？
用control 不是更好，用控制的不是更好？怎么管？管的是这意思，管制里面流什么？那总经理、董事长拿到一个管子，拿到那个权利，那个权利里面有什么？资金流、人力什么都是他在控制的嘛。我们总统不是那个不是我的总统啊，是其他人选出来的总统，他也是有这种权利啊。结果他那个管子喷错地方了，喷到中国去了，把我们的资源都喷到中国去了。 按照把管的这些意思了，所以handle会管，所以你不能写那种说温文儒雅、穿西装打领带，那水管不会抹啊。水管哦，管子哦，刚才我讲到生殖器那边的是有管了，开玩笑，大家自己想象就好了。什么是管理？已经讲过了，前面已经交代清楚了。我这个人上课就用数理，我先讲了，以后来才把你定位，所以你就清楚什么叫管理。 管理就是刚才就是那，就用管理，好啊。当然在学术上面有一个严谨，那管理为什么？所谓何事？刚才也讲到了，解决问题吧。啊不，能请那个董事长，请总统啊，你人家你人嫁给你啊，请你当太太啊，干嘛？都是管理啦，都是当管理的任务了。不相信你，等一下回家，你太太你先生不煮饭给你吃，你管你就出问题了，管理吧。 啊，你身体的管理啊，你等一下心脏有问题，那还是出了问题。管理嘛，就啊，谁在管理？脑啦。所以我们要把脑照顾好。但是我问大家，啊，大家脑都讲照顾哦，你们都很会照顾，哎，哦，这个两个要大啊，下这个又要细，啊，都照啊，每天去爬山运动啊，都没有注意到脑呢，有没有？你们在座有哪一个说你们是在脑部保养？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吧？几乎都假脑包闹呢。 啊，无得讲吼，要食什么威力仙，啊，威力仙啊，什么仙那啥啦，连战牛那个，啊，都照顾身体呢，啊，都不会照顾你的脑呢，所以我刚才讲啊，在美国你看，美国女孩子大部分都不会嫁给台湾人，没骗你，没骗你，99%，为什么？<笑>就刚才讲这个原因嘛，他难道还要跟你这么好啊？那 试婚够，跟你啊那同机构才知道嘛。他们老早就台湾，知道台湾了，<笑>所以你不要靠说，我前面练电机练医学，练什么伟大的人，我就要吸引美国人。美国女人那种是从以前他们彪悍，从欧洲那种海那个海盗有没有？北欧国家海盗有没有？那种基因你这么提炼，他们要的男人总就是要那种彪悍型的，敢冒险的。冒险不是像我们这温文儒雅在那边靠40-50斤来唬人家了。 对不对？好，这边发点面讲，就英文讲这个是十六世纪以前是在意大利，它是工具，好，或是你的手头，那个脚手 hand 或是 hook， 啊，你要那改表去达成你的任务，这个表示啊，后来是在英文在那个17世纪、18世纪在英文里面才有这个字，汉字有管理吗？有没有？你们没念过45斤，有读社会系的人，读文学人，在中国的体系里面有没有讲到管理这种东西？ 或是操作型跟他很，有磨练啦。那磨练那个字，以前古代不知道讲什么，我不知道。那磨练也是脑筋想一想啊，没有付之以行动啊。时间快了，好，那不要紧，这个都已经讲过。那我想讲，最次要就是这个公式，刚才管嘛 ，F 是什么？你学过数学啊，函数啊，这个是你嘛，就是你啊，或是一个机械，或是一个电脑，或是一个国家一个政 F， 那你有 MIT， 这个我是 MIT 就用帮大家好记是。 在台湾制造 MIT 嘛 ，M 就是刚才讲 money 啊，你总经理或一个董事长不是控制 money 或是人力嘛 ，manpower 嘛，还有 information I 是 information 嘛，或是 intelligence 嘛，你在企业或是在当总统也都要了解情报或是法理论述啊，这个是 T 的话当然要有时间啊，或是要 technology 啊，这些都是你管理者拥有的资源呢。好像你现在拥有你的健康，拥有你的财富，拥有你的心爱的人，你要怎样把你家人建立得更幸福，就是这个 F 啊。 F 就是你了，就是机械了，就是这个国家。那要达到 Y， 刚才那个不是 Y 不是 D 吗 ？D 一个希望跟实际达到一个落差，你数学物理不是都要解决这个问题？数学都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公式，这个背起来很好背吧？好、哦，这个不用去背说 入时美战啊，什么什么那些背弱弱等啊，背这些都好啊。你这背起来都轻轻绰绰，那大家拢改骗未去。好，记起来哈，这 NBA 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10个字哈，值你100万，啊，把它放在你脑部里面，你回去问说，哇，我今天
是遇到人的问题、money 的问题，啊，遇到哇惨了，法理论述我拢袂晓，今来上这个初级班 I 嘛哈 ，information 啊 T 呢，我无时间，今来去悄悄，大家拢有时间今来上啊，好、哦、好 T， 这我都解释，安尼知啊，啊哈 ，Y 就是你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你要达到什么？就刚才前面 D 嘛，你不是需求，要需求嘛哈，你心里的需求啊，结果。实际给你的落没办法达到哪，这一个落差。那统计学就是说落差要怎样去把它统计了，那个多变量里面就会产生。所以以后啊，你们有孙子要鼓励他练数学系啊，不要去练那个什么什么三民主义啦，或是什么历史地理那一些，啊，那个练下去美国人女人不会嫁给你。连我们秘书长讲说，以后那个要引进东欧的金丝猫，那金丝猫可能看不起我们这个台湾人。啊，这个等一下可能其他老师也讲哈，好。好，那这边我再重复一遍，好，这个就是管理是为了解决问题，啊，这个标准公式在这边，你拥有了这个 M 类的资源，就是说你拥有，你公司来讲，你不是拥有 manpower 嘛，人力嘛，还有 money 嘛，或是还有你有脑筋嘛，卖的嘛，啊，同样 I 是 information 嘛 ，intelligence， 你拥有情报，行销学或是。好，知道法理论述这些你都知道。那 T 你有时间嘛？你有技术啊？你有电脑技术？那你这些都给你了，你要怎样去用 F 把它呢管理好嘛？就是说那个救火队的救火人要怎样把水送到那个地方呢？喷到那个楼层失火的地方嘛？就管理的起来。啊，你就要对这个里面哪一个变相到最终问题点呢？你要去做一个数学了哈。刚才不是说分析模式嘛？建立起来你要分析，找出哪一个最佳解？你要多少资源进去？多少人力进去？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很简单啊，很简单啊，你不管什么财务管理、什么人事管理，都是围绕这个了，啊，你宗教了，或者是医学、太空，都是离不开这些了。OK， 那 What for management 啊，讲老半天，啊，到底为了什么 ？To do right and right 嘛，都那些救火队，哇，很拼命啊，我们的那个流亡这个马英九很拼命啊，陈水扁很拼命啊，拼得要命啊，结果。到最后，一个被抓一关，啊，一个被骂的落口碑啊，哎，都不会管理嘛，啊，还有一个以前被选出来一个叫做什么总统了，什么开什么连那个，啊，结果下任以后就开一家周刊，不到一年就倒闭掉，哎，一个周刊呢都自己控制都倒闭掉，那就大的台湾的国家，你能办法控制吗？你知道我在讲谁吗？你们呢都很崇拜他了，那个是读社会系的啦。什么什么北一女，什么什么哈佛，会去读社会系的人哦，大概都知道吧？刚才在十五岁前都是那个脑部没有开化，就说哎呦三角函数搞不懂啊，赛考赛天了，我看他了啊排列组合，哎不会排列组合就是你们现在买落后奖哦，拼命的买，就是因为你都没不懂排列组合啊不懂的人竟然说就逃跑就是像那中国逃亡到台湾来，在这边他妈的吃香喝辣，啊就考社会系，背三民主义、历史、地理。啊，很不幸近水楼台，因为他们那个领域都是属于社会大众的事，结果他们当政治人物、当律师、当会计师、当什么搞，把台湾搞乱七八糟了，啊，也不会管理，也不会去刚才 M 怎样去找人啊，怎样去找资讯都不会啊，那个就不会管理，所以台湾你不能再相信他们那一群人了，啊，你医生如果是 online 生，你给他当过可以医吗？啊 ，to do right and right， 今天的 Andy 的到这一边，这边。如果有信的话，高级班上，因为就是要进入系统分析，就是刚才前面的那个解析，那个管理科学，还有脑部那边要进入这个分析，好，这个我到时候会问。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 Q&A 哈 ，Quick Q&A answer， 有没有人问题？有没有问题？或是说起来讲一下，哎，老师你讲得很好，很好，有没有？啊，那因为是初级班啦，我大概说介绍大家这样。那国家建构国家四大必要元素哦，我强调必要哦，不是元素哦，或是什么条件哦，因为数学、物理里面有讲充分必要、必要条件，那个都讲的定义清清楚楚，不是随便弄一个出来，男女合在一起就可以繁衍后代，啊，不能随便同居就可以繁衍后代啊，法律的或定义在里面哈，我就用。你这个到时候我们在高级班会上，好。那刚才你们既然不问问题，我刚开中民长不是问了吗？我等一下上完课结束前会问啊。中华民国是不是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国家？台湾是不是国家？这个是因为你们用汉字回答都是，但是我用英文写出来，你们全部都不对。就刚才我讲的说，用英文字去看，你们全部都错掉，所以汉字会害死人。中华民国怎样写 ？ROC 吧，缩 写, 写到 ROC 嘛。那英文字叫什么 ？Republic of China of China 哈 ，Republic of China， 所以写下来 ，Republic of China 就中华民国。 英文是三个字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Republic of China 前面加一个 peoples，people 嘛，人民嘛 ，people 的，那比中华民国、比孙中山还伟大。前面加个我是 people 的，不是孙中山的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好，那您注意那个 of 是什么意思？是 of 是什么意思？那台湾呢？所以你用英文版看，哇，糟糕，我们整个都错乱掉，都不是国家了，三个都不是国家了。 那我再问你，你们现在经常提款的，或者是有外商银行 ，Bank of America 一样模式啊 ，Bank of America 这句话是强调银行还是强调国家 ？Bank bank 变了哈 ，B N K 嘛哈 ，Bank of America 或 Bank of Taiwan 或 Bank of China， 这有 of 在里面，这四个三个字强调是什么？是银行嘛，属性是银行嘛。那刚才同样对立过来啊，我们科学就要用比对，像美国发展。 到火星探险，它是要现在加州的沙漠是实验嘛，哈、哦，一样啊。那 Republic of China 一样啊，所以是强调前面那个 Republic 是制度、官僚或是政府嘛，是中国之下的制度。所以 People's 中华人民共和国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也是中国之下人民共和制度，大清帝国也是，大明帝国。 秦朝也是都属于中国下帝王制度，他们全部是属于中国，中国就一个国家。从秦朝建立主权以来就是一个国家，后面只是分成不同的，就是如同你是像我姓李，我是继承我爸爸都姓李，不能把我说我李琛李廷德是公代表整个家族，啊，你知道吧？你用汉字用英文字去看，哇，糟糕，台湾的脑都要革命了，真的。我今天上脑内革命就要这样。你们用汉字看，哎，对，都是国家，尤其后面明明给你是一个国啊。 我儿子叫李大国嘞，也是国家吧？啊，用民进党模式，哎，我们还有选举啊，今天晚上吃饭哈、啊，谁要煮饭，还要用选举的，用民主选举，所以我们经过民主选举，所以我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哦，要黑黑的大起来啊！后来发现都是读社会系的，糟糕啊！蔡英文是不是读社会系的？李锡仁是不是读社会系的？马英九是不是读社会系的？陈水扁是不是读社会的？都是读社会系，读社会系，15岁就逃跑了啦。 逃亡了、啊，跑去到跑错跑去那个那个历史地理啊，历史地理大家比大同有更毒啊！啊，三民主义，你现在实施三民主义吗？骗笑，你马斯洛五大需求最好用不用就是三民主义三个名，对，好，这样没有不相信你们同样这个知识，你们全部把它用英文去看，你会泪流满面。说我当时在美国，我是35岁。 哭的在某一个大学哭的时候，我被骗了35年。我的脑部怎么那么慢，那么迟钝？当时到美国就是为了回到台湾那有好求光明，求了什么光明？好，那时间的关系，那接下来这边比较会进入那个系统，我会如果大家有缘的话，再高级班好来上。那这边我刚才讲国家定义，你看国家，你看全部都翻译成国家。 Country 有乡村啊，乡村那个，那有一个叫做 national 啊，国际牌啊 ，state 是个，那你看啊，我说，那这个不要怪那些执政者，就是台湾人，你真的有很多时间，像网络很发达，你有头脑，这些你都很容易可以去把它了解，都不愿意，你每天就是在那边看新闻，看连续剧，看得意难忘啊，看得那个痛哭流涕啊，看到台湾的你都不会痛哭流涕。 哎呦，天哪！所以出在我们的头脑，这个我是会讲，刚才就讲这个嘛，哈，这个我这样带过。好，那时间的关系啊，可能会占用一点时间，让你来看我们台湾的母亲哈。我们母亲一直在跟我们啊，这个好了，因为他这边断线了，没办法播了。 他这边网络断线。
我博士那个 Hibella 美空云雀，大家有稍有经历的美空云雀应该知道嘛哈，日本美国他唱一首那个苹果追婚，苹果追婚那个追婚是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说我们台中旁边那个追婚站啊？追婚就是一个分界点，分开了追婚，就是说同样一颗苹果，同样一个苹果园，但是命运不一样。当时他跟他妈妈，他那个女人小时候七八岁就跟他妈妈。 都过得很幸福，就是说他们晚上吃饱饭之后都他们苹果也他们家的苹果也没让你心伤害哇啊！他妈妈跟他讲说你好好长大，我一定会给你幸福了。看像苹果这样，啊，后来因为发生战争，他爸爸妈妈被人家强迫带走，然后就东京关，啊，就赎罪啊。这个小孩子七八岁没有经历，就是在原来他的苹果园里面被霸占了，就变成下人去采苹果度生活。 所以他这个美空云演唱了哈，他就一直感念他的爸爸妈妈在哪里，那就是在描述我们台湾。我们台湾不是这样吗？是不是？我们现在这边混沌，其实我们都搞错了。好，啊，另外一个还有一篇是，楚门秀电影里面看过嘛？楚门秀那个十几年，那个其实那个美国人已经在测试台湾人了。 那时候我们台湾经济，他是用那一片来测试台湾人了解那个金凯的那个故事，大概是在演这样，就是说他中产美国中产阶级过得很舒服啊，但是他发现哎，生活过程发现好像不对，好像他生命他所得到的，他娶妻生子都很幸，但是发现好像有虚假的地方啊。后来美国人有这种好奇心嘛，东方人就不会了，东方人58%就应该领了，我壮就应该好了，最要捍卫啊。 那个党哈，我一定谁谁要当哈，谁出来竞选阿猫国家，我一定选给他嘛。但他那个金凯瑞不是，到最后发现不对，他那个情形苗子跟台湾一样。其实，在美国那个时候，就他们的检测小组是用透过那电影来测试我们台湾，结果很不幸，十几年的台湾人还迷迷糊糊，因为脑内没有革命，结果台湾被民进党流亡中华民国，民进党拿过去搞得天翻地覆，所以美国吓一跳。所以后来这不行，他现在要用台湾民政府。 直接来不能用那个暗示，暗示台湾人都很容易会错意。啊，最后因为刚才网络没办法连线哈，美空云雀唱的《苹果追婚》，你们再好好去品尝他讲里面的道理。另外，金凯瑞演的《楚门秀》，楚门秀，楚门的世界，其实在没有。后来，那个男主角把他现有的那些拥有都放弃掉，他去追求。 追查真实真相跟真理，结果那个到最后那个控制他的人无可奈何，你去吧，那控制人就是我们，就是美国，美国，他是要等我们来，就等那个金凯瑞来冲破他受下的圈套。好，那我想要在座的人眼睛都很瞪瞪的在看哦，真的回去要付之以行动，去看这两篇，这两篇那个。 达文西的密码就在里面。那你在这边上华理论的 regular 台湾 regulars 就是在解释。好，那时间关系已经按两次零了，我今天就到这边结束。那希望那个高级一般的话能够再见面。那我这边稍微广告一下，这本书大家都有吗？有没有看？看才是真的。我这边面书已经看四遍了。看了，你看我们那个林博士哇，要需要几本册，我看那个我过过的。 我国国，你看，啊，啊，您爱敢挑战哦，我看四遍，你们看能不能看一遍？里面讲的就是刚才华理了，那这边他后来太感动了，再送我一遍，啊，好不好？你们要挑战就来挑战了，这个，啊，那关于股市方面是我是专家，哦，15年的经验，到现在没有倒下去，应该有相当年，因为投资股票，因为到最后都管你的问题了，都是管你了，股市或者，好，那就，谢谢大家，各位好，完成。